morning, everybody. 안녕하세요我现在人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哇！我现在看出去，觉得心情很好。大家有看出来吗？人在这是什么地方？没错，我这次人在首尔。那为什么我这次会来首尔呢？就是因为我前阵子不是去了一个 work trip 吗？然后那个时候客户，因为他是有包来回机票的，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要 stay behind 啊？”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其实基本上就碰到一个周末，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可能在日本多留几天这样子。那因为我个人对于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要往心里去，但是我个人就是对于日本没有太多的憧憬，尤其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有点不知道在就是东京做什么，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把我的回程机票改到来首尔，然后来这边度过一个 hashtag solo trip。 前阵子我实在太忙了，所以其实我没有规划什么行程。不过呢，我前一天看到阿星有去坐那个 Seventeen 的巴士，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刚好他们到7月30号，所以我还赶得及最后几天。那基本上就是他有一个 Seventeen 主题的观光巴士，类似一个小小的粉丝活动这样子。那既然我人都在这里了，所以我就前两天就上网买了今天的票，我现在准备出发，又想去坐首班车。然后阿星的 post 里面其实有教你怎么玩。我昨天晚上其实已经去酒店对面的 Olive Young 整个大买一波了，所以我今天用了很多我在韩国买的化妆品，包含那个底妆跟眼影都是。我等一下要先去买那个地铁卡，因为我之前买 T Money 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所以我要再去买一张地铁卡先。我呀 ，I will see you guys。我刚买到了我的 T Money。其实我本来想说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款式，因为像我之前就买到过那个 Rose 的版本，但是它现场只有两款，一个是蜡笔小新，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不认识的插画。结论就是我最后拿了蜡笔小新。像바보같이머리부터발끝까지콩깍지가스연한커피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날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 Rhythm 에맡겨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분위기를타꼭날아가지못한곳을데려가줘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이 okay, 몰라중간에내리면40분간격이에요네신발타세요같이출발해分享一下刚发生的事情好了。刚领完票之后，因为已经快要开车了，我就直接冲到那个观光巴士，然后那个 staff 就阻止我不让我上，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这台巴士这样开走。最后呢，我是搭了另外一台巴士，然后到明洞站之后，然后最后呢，我是先搭了另外一台巴士到明洞站，然后他又转乘了。然后我刚去盖一张，这个是 K-pop 的，我就随便抓了一个，我就盖下去了。然后第一个就盖到王武的命中注定。我刚在外面工作了一下，然后我刚去了一间我韩国朋友推荐的cafe， 就刚好在我的酒店附近，所以我去那边工作了一下。然后其实呢，我今天本来应该想说就请假的，但是今天刚好有几个会议都排在一起，所以我想说算了，我今天就是今天就还是工作吧。然后我刚在附近买了一个 kimbap。我有跟你们讲过吗？我喜欢吃饭多过吃面，我是一个饭桶。因为我刚用了一个非常蹩脚的韩文去点餐，我说什么什么 gogi kimbap hamnat juice 这样子。然后刚那个老板超级可爱，他看到我在拍他的那个 kimbap， 还这样子把我手拉过去，然后这样，然后想要跟我表示说这个 kimbap 是新鲜的还是热的，然后要我快点吃。大家看不到，但是这个荧幕是我们每季一次的
算是公司大会其中一个，所以今天就是要听听每个部门啊，不同台湾的同事或者每个部门大家有什么 update， 然后就可以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这样。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交代我这个会议？我不知道，因为你们可能不是很感兴趣。哇，哎，感谢你的，看看谁也来韩国出差啦。这是我在韩国的第三天吧，对，然后今天星期六啦，所以我一整天的 free time。那我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行程，我现在想要去逛逛韩国的那个唱片行。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会买专辑的人，我听歌什么的，我就是在网络上面听一听这样。但是呢，就昨天刚好滑到那个 Cindy 的影片，然后他就有分享说在韩国可以哪里买到那个实体专辑啊，然后反正还有很多资讯，然后我就看了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好玩，所以我现在准备去逛他们的一间唱片行，就是体验一下。对，中午的时候再回来找 Emma 吃饭。然后我现在要尝试搭哦，我看到我要坐的 bus 了，我可以坐到吗？我、哦、好紧张哦啊！绿灯了，绿灯了，我可以过吗？啊，不行，好，算了。我在香港都很少坐巴士，因为我很怕搭错。买了一个专辑，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次买，我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版本，然后我刚问我朋友说，这个版本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就应该是 concept 不一样啦，还有就是有些是豪华版，有些是正常版，像这个就应该是正常版，然后里面的那些卡什么的就会是随机的。好紧张哦，原用原用原用，天哪，我真的最近是一个大迷妹状态， I'm so sorry。震撼！三，哦，是 June。哦，哎，我拿到就是中国 LINE 耶 ，June 跟 DA。我终于好像知道为什么人家会买这么多专辑了，就是 make sense， make sense。哇，哎，你真的很漂亮。Emma， 哇，我们今天来吃。心心念念的糖在糖。Be there in 15, baby, you know you got me, you got me. Wish you knew me at 19. 我现在在一间叫 Awesome 的帽子店。哎呦，你好好看，你这好像刘真哦，我认真说。好后台哦。哎，这里的帽子就蛮特别的，它的那个 texture 啊， design 啊。蛮好看的，哇，好心动哦！丁雪娜 ，What the heck？ 买，跟猫一样，他最喜欢就是睡回家买东西，买。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店员，这个店里面没有店员，想买也找不到地方买。超级哦。去就是不同的店逛一逛，什么 Mardi 啊，就后来在外面排了大概三分钟吧，原地放弃，真的太热了。我说，没关系，不买衣服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怀疑人性，真的哎，热了就不行。啊、哦。
其实刚刚最后其实没有逛到什么街，因为实在太热了。我跟 Emma 两个人就是热到整个要原地融化，然后我们就放弃，我们说算了算了，我们回饭店回饭店。我刚回到酒店之后直接睡死，不夸张。然后来想要很快的开箱一下，我这次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决定买了一个就是 Deluxe 版的。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成为买专辑的人。然后一样是 CD， 哇，好认真哎 ，DK， 哇，这个是随机的吗？好小可爱，哦，团体的。然后我现在打算去汉江旁边吹吹风，大家知道我喜欢在海边看夕阳。回香港了，我已经感觉很久没有回家了，回我香港的家。对，香港现在是我第二个家。哎呀，行李，我行李已经大致都整理好了。我现在非常的后悔，我那时候不应该带这么多东西来的啊！早知道我这次出来，我一定会买东西。我到底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出来？真的是失策，我太低估我的购物能力了。我本来想说我出发的时候我的行李箱还有大概四分之一的空间，我说一定够吧，就殊不知我太大意了。 I was just telling Kiwan that I've been into 17 and then she's like I'm into them as well. Who's your favorite? Who's your bias? My bias? I think it changes all the time. Yeah. So it went from who to one. Thank you. And thenThe eight. Now it's like everyone's the same to me. They're all like cute. The whole team, the chemistry between them, yeah. Like, they're so close. They're so close. That's what- 사랑한다고 말. Annoying. 믿어줄 수 있겠니? 넌 오직 상처만 받고 있었지. 미안해, baby. 네가 없는 현실 너무나도 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 같은 너만 고통받고 있는 게 아니야. Oh my god! We'll see each other soon. Yeah, I'll see you soon. Hello, 大家。大家可以看出来我现在在哪？没错，我在机场。我现在准备回香港啦。然后刚刚发现一件就是蛮荒谬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准备要去退税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翻翻翻翻，发现说，哎，我的钱包呢？我的发票呢？我想说，我完了完了完了，我的钱包不见了，你知道吗？我请服务台去我 check in 的柜台问，然后也去过 security check 那边也都找了一遍，发现都没有。然后呢，我就在我的这个大袋子里面找到了，是不是一点都不惊讶呢？我想说，我钱包不见，我真的会大崩溃。里面有我三张信用卡，我家的门卡。还有我香港身份证，我这个钱包没有了，我就进不了香港哎。Anyway，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